你帮你洗个衣服，做个好闻。不要再这样说，就一件，两件没有，就一件。衣服脏了，不会不很多细菌，我感觉屋子都很多的。最脏是我的事情，知道吗？脏是我的事情，怀疑我大海。啊，大哥。行吧，就一个。你还想吊带呀？啊，可以可以。就一个短。要不然别打吊带的主意，你别打一哥城的主意，行不行？你想多了，我是智能经济。你给我，我就不要。摸都不让你摸，闻都不让你闻，就一件短袖，行就行，不行我就走了。一件短袖也可以。你非要项链？怎么这么过分呢？一根绳你也想打他主意？项链，你那个项链寄给我，我帮你保管。不用，不用。输的话你就250，你就适合这个数，懂吗？250可以，你加一个鱼，那个锅也寄过来嘛。为什么？我就鱼件短袖。我看一下鱼，你烤的鱼的味道怎么样？就一件短袖。你现在讲究吗？你不是还有一件短袖，我再加你两条鱼，强子。一件短袖，我再加你两条鱼，这个行吧？鱼，看着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可以吗？250，单价250，就符合他，就250。把锅也寄过来嘛。那个我说了那么多山东，你再说这么多我就挂了。就一个这个短袖，再加两条鱼，已经很好了。你就做250个嘛。啊，可以可以，衣服我帮你洗干净嘛。你确定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再好，可以，我再给你5秒。你不要玩味啊！如果说你要是现在后悔的话，我立马可以撤走。我不后悔。你要是现在就开打的话，直接倒出5个数，什么话也不说。我眼里都没有后悔。开启下一把 PK， 你确定吗？我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你是我媳妇。四。我是行乞帮你的。3、2、1 ，PK 开始。不要。我帮你洗衣服，一人当男的。闭麦。艾梅姐，不打他你不行的。闭麦吧。好吧，你闭嘛。太过分了他。你说你心疼他干什么？一开始说一个短袖，还要闻这个味儿，你说他怎么这样说话？他过不过分啊？你怎么心疼他吗？你没法心疼。把他打废掉，这把我把他给打废。这把做250个，我不会，250也不少，我会让他快速的做，不能休息，休息的话重新做。感谢我狼哥，感谢我狼哥。什么小票先收走，感谢我铁子的狼哥，什么小票先往下走。感谢给小老鼠新友们的热情们，我为小老铁们免费的关注，有人的帮小老捧个一场，马上点赞就点到70万，还差那么一点点，有没有大哥大姐？有没有大哥大姐帮小老弄一把的？给他洗啊，波哥，我不想让他闻闻。我今天穿的衣服，感谢我爸爸哥，我对面真上了，我天哪，味儿都不想让他闻，对面又上了。感谢我波哥，谢我波哥，感谢我波哥，感谢我爸爸哥，感谢我阳光哥，还3分10秒。感谢我爸爸哥，感谢我爸爸哥，感谢我 VIP 爸爸哥，还剩3秒整。一人送一颗星星，各姐们，一人送一颗星星，咱们血条翻倍。粉丝团的各姐们，能不能跟小龙送颗星星？咱们把加成给多一多，咱们把加成多一多。感谢我波哥，感谢我爸爸哥。我曾挂在匹马纵横挥师进攻破山岭，尔等匹夫趁金结盟，想阻挡我入场。你曾豪言血战到底，麾下铁骑3000匹，小小之辈。给他洗吧，不给他洗，我不想让他闻闻。哈哈哈哈哈！
人把加成给拿了，还差五只鱼尾存下成员。人把加成一人送一颗星，把加成给夺走，血量会翻倍。强子剩兴奋剂吗？不知道啊，他们一直都这样。你看他嘴，你心疼他没有用的。感谢我波哥，谢我波哥，还差49名，能把团成员给拿一拿。你看对面，团很狂的。有没有大哥大姐不小心吧？别让他家这把又投了。感谢小旺几个。还有最后1分10秒钟，谁有安哥？你怎么那么过分呢、啊？你谁跟他有夫妻相、啊？你们怎么这样想霸王枪？怎么这么说呢？还就50秒钟，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大哥帮小张顶一把的？他家别又偷塔了，跟上次一样，跟上马一样。我曾挂在匹马纵横挥斥进攻破山岭，尔等匹夫趁金急忙妄想阻挡我入场。你曾豪言血战到底麾下铁骑3000，感谢我波哥，谢谢我波哥。还有最后三十秒钟，有没有大哥大姐在给小二守波塔？就像刚才一样，别让他们家又给偷了。还剩二十秒钟，还剩十秒钟，别让他们家给偷了，一架飞机，别让他们给偷了。感谢飞爷，感谢我波哥，感谢我八八哥，感谢给小上票每个哥姐们，谢谢你们。都打了这么点票，还想跳舞？成功增长之前越来越严谨。感谢我的前跟不上了，都谢谢你们。下面给四爷点点关注，西武宝宝，祝我四爷越来越帅，越来越年轻。感谢我四爷，给我感谢我那个一哥，感谢我野心霸主，感谢我用户哥，感谢我用二哥，感谢我 A 哥，感谢我。小宝贝，感谢我毛油，感谢我那个怡宝，感谢我顾秀秀，这把250，250，你要怎么做？你要抱着头，等一下，我要你陈少，你要抱着头快速的，可以吗？抱着头快速的做，1、2、3、4、5、6，快点，你不能歇，8、9、10、11、12。10、15、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9、38、39。抱头蹲，你快点，你不能歇。3、4、3、4、4、5、6、7。这次看你还敢胡说。20、21、22、23、24、25、26、27、28、29、30。你不能，你快点。5、6、7、8、9、10。我欺负他，我没有欺负他。9、10。我没有，像，我都说了，他做的惩罚，你想心疼他一点点，他就立马一个嘟嘟嘴就过来了，立马就给你打个波，你让人怎么心疼他呢？心疼不了的，每次想觉得心软，我说强子你服个软，你们不信看，强子，你服个软，我让你少做一点。我不服。你不服？我一点都不服。你跟我做。我把一个衣服全部寄过来，裤子衣服全部寄过来。200。
说了那个不是不是，你就说一句服软的话，说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就这么难吗？你不能抱着树，你这样就滚刀了。十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零三二三三三四三五，给我快点！三九四十四一十二十三，不服打飞他，飞哥他打不废的，波哥连续看了几天，像看连续剧一样，打不废，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你快点，五六十八五九六十，你快点，你还想吸？看见没有，你怎么心疼他吗？你刚想心疼一个一个嘟嘟嘴又过来了，六赶紧给我快点，你快点吧，我一点都不想心疼你了。这是第五第五第八第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哎呦妈哟，你快点，你是不是想滚刀？有一什么啊，我脚痛宝宝。衣服反正是要洗就输给他洗，不跟他打了。6 8 9 9让他又摸来摸去的件衣服。还有50个宝宝。你是还想让我跟他打吧，波哥。宝宝，我要一套衣服，不是一件啊。五一五二，你叫的是狮子还是茄子呀？狮子是表皮还是叫什么样？什么叫法？两百五九五六五七五八五九一百，还有50个。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哎呀，哎五还有50个，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快速，给强哥一次。哎呦，妈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想跟他打了不可，还让我跟他打吧，去整衣服啊，叫他不会。三七三三三三四三五三六，我想玩卫队，把一套衣服寄过来，外套，还有衣服衬，是内的还是外的？一整套，一整套，你听听，是不是包括内包括外一整套啊？你快点！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50，不打了，不打。你过来，你过来，不打衣服，你过来。拿我的衣服要洗，去洗，要吗？你洗我波哥的衣服。我，可以吗？你过来。我过去干什么？你过来，我的衣服，你选择，准备你过来我的衣服两件事，一整套。你过来我的衣服。我不过来，你过来可以。再说这种话，我给他挂了。我家有老母鸡。我直播间里的大哥说你是不是没做完滚刀了？我对，我不滚刀，我做完了。刚刚说28，直接蹦到58了。我没有，我数学不好，我说我多做了，我要50宝宝。我脚是痛了，我说250个。那什么，你不是这么想洗衣服吗？我大哥，我榜一的大哥的衣服。不，内内，我要你的。你给我洗。不，我要你打。不，我要你打。那我就不给你打。干不？你不是想洗衣服？你不是想闻味吗？把我榜一大哥的袜子，还有，你懂得。啊哈。你给我洗。北京一个。不，我要你的衣服，我不洗大哥的衣服。你不洗我就走。走。不。给他挂。气死我了，他很聪明的，每次跟他打离的他不愿意，我不跟他玩了，我不跟他玩了，对不对？你洗我榜一大哥的怎么了？对不对？你老是洗我的干什么？你不是想闻闻吗？我让他闻个够，他又不愿意了，你说说。
确定你不玩就走了，就我榜一大哥的，私底下榜一大哥的，你点他关注，如果说我赢了点他关注，让我大哥把袜子还有那个啥你懂的全部寄过去，这你使劲闻闻。北京一哥 吗？你不喜欢闻吗？你就是北京一哥。你玩我就玩，不玩我就走了。也可以，是可以，是可以的，北京一哥也可以的。这是北京一哥还是谁啊？我也不知道这把，如果说再打的是榜一，我波哥也说要你跟他洗。如果说我榜一是，你就跟他洗。袜子要洗，你懂得，那个也要洗。我你不是想闻味吗？就让你闻闻闻。对，你说我洗你的，可以吗？洗大哥的，把你一整套。你说我洗你的，你寄过来可以吗？洗大哥的，我洗大哥的，你说你也洗大哥的。我洗谁家大哥的？你洗我的好不好？你让我洗你的。嗯。你让我洗你衣服什么？你是打不过对面，对不对？我打不过对面。内的还是什么？对，你洗我的，我的衣服、裤子、一整套、外套、鞋子都寄过来。那我你不要想闻味。如果说我要赢的话，你要给我榜一大哥洗，对不对？你说你帮我洗，你不要想闻我味啊。哦，现在让我闻你味了，是不是？现在你就改行了，让我闻你的了。对，你想闻我味，我不要闻味，洗干净一点，可以吗？可以，我洗一大哥的都可以，没这问题。我要想一想，还要想，给他挂了，这怎么不对等呢？我洗他的干什么嘞？问题是，我榜上大哥，你们的衣服，那不那啥不那啥，我不想玩这个，我不想跟他玩这个。我要不要玩这个？不想玩这个，我要说的话就给他洗啊！我的天哪！我榜一大哥还没同意啊！如果说他输的话，就要洗你的，就最好攒个一个礼拜不洗，然后给他寄过去，干什么你？可以吗？考虑，我没考虑好。你没考虑好。你是要帮我洗衣服，我帮你洗你大哥的衣服。我洗的衣服不够干净哦，是用洗衣机洗的。我洗的衣服不用考虑啊。这样吧，如果说这把我赢了，我榜一大哥不想让你洗，不想让你摸的话，那你就榜二哥，榜二哥也不愿意的话，你就榜三哥，榜三哥也不愿意的话，你就那什么。去找到你们村头一个老大爷，给我们出视频，给我们出视频，这样行不行？给我们出视频，说大爷，你把你衣服，你说我想助人为乐，我给你洗衣服，你敢吗？我这是可以捐款的衣服，我这没有老大爷，我可以捐款。你可以找一个，可以去。没有大爷，不这样的话就没玩了。我大哥万一不愿意了，我说万一不愿意，你就找一个大爷的。你大哥不愿意，下来你给他洗。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走了。这怎么打呀？可以吗？这怎么打、啊？你说。我说深蹲，我不打深蹲了，我打的够了，我不想打深蹲了。是，你过来。不用洗，不用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你说我帮你洗衣服，不好吗？你就这个惩罚。你刚刚说的，我说了，你把你的衣服寄过来，我给你洗。你要说我榜上大哥不愿意的话，你就村头找个老大爷给他整下来，你给我洗不就行了吗？村头没有老大爷。没有老大爷，你找嘛？怎么可能会没老头嘛？你找。确实没有老大爷，大爷都
都必须找大爷，就带味儿的，没味儿不让你找。现成的，就要找这种，你要不找就走了，就没意思了。没意思，把你衣服寄过来，不是挺有意思的吗？我一开始找我。等我绑上大哥，我绑上大哥要不愿意你洗的话，你就找村头一个大爷嘛。大爷，你不愿意怎么办？你就说你说大爷，你给你衣服怎么会不愿意呢？带着大爷去澡堂子搓个澡之后，衣服不就洗了吗？你愿不愿意？嗯，打衣服上个打衣服。就这个。我想一下。你不是玩刺激吗？来我家，对对，来我家。为什么换衣服的？来我家了。你再这样都谈好了，你又开始变，直播间里的人都被你都整晕了。哦，可以可以，洗衣服。如果说大爷不愿意，你叫着大爷去澡堂子搓个澡，那顺便就脱下来，顺理成章不就搓了起了吗？嗯，我洗大哥的，我不洗大爷的。大哥不愿意找大爷，我的意思是这个，大哥不愿意的话。你大哥不愿意是不愿意，我不打。大哥不愿意，你闻味的话。你就找大爷，那洗大哥的，你大哥不闻味不算，我就洗大哥的。我大哥不让你洗，不让你闻味，你就找个老头的。你大哥不让我洗，我洗你的。你再叫可以吗？我给你没法打。大哥不一定愿意啊，对不对？万一不愿意，我想的对吧？你找个老头的去洗，怎么了嘛？他不愿意，老是谈半天都没谈妥。不跟他玩了。